我不掉，、school 的魅力。好的，第一轮对决，裁判判罚和头毛巾同时进行。观众评审支持程潇主理人限定厂牌，请投灰色毛巾；支持喊你一起玩，请投紫色毛巾。3, 2, 1。Judges， 裁判比分4-2，第一轮获胜的是喊你一起玩，恭喜程潇主理人限定厂牌，本轮不积分。裁判判罚直接决出胜负，观众投票不计入分数。那确实，韩语还是懂 battle 的。韩语他们一出场，我就觉得哇，不愧是久经沙场的人啊！他们是先从旁边空的地方开始跳，然后几个大快步到中间来。他们是通过了动作的编排配合，画面整体性就过来的。这种画面是让人很惊喜的。宇哥这边非常纯粹的跳，而且看得特别的爽。我甚至我可以觉得说他们是一支作品，他们一直在呈现音乐的不同层次，音乐所可以呈现出来不一样的感觉。程潇这支队伍，他们刚上来的那个能量值是非常高的，而且音乐性也是特别好的，他丝带咻硬射出去，这个是很 surprise， 非常非常的亮点。但是对于这整场 battle 来说，它只是一个点。好的，马上开始第二轮的 crew battle。我们第二场，我们第一场都输了。我们可能就是要用一种不常规的方式去跳，对，用我们自己的东西去打对方擅长的东西。嗯。第二轮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吗？喊你一起玩，好，看看我们怎么玩。哎呀！迷魂计，一起比武技。好的，把舞台交给两队。
लागे नहीं कहीं और लागे नहीं।平时想实现的东西，真的。还有那个变魔术变哦，对哦，这个，厉害厉害。我说，这也行。就是要用一种不常规的方式去跳。在自己跳舞时使出天女散花，迷惑观众。当韩宇队在激情夜舞时。舞狮结网，确实是没一样常规的。那是每次他们的点子都好多啊！好的，第二轮的对决，裁判胖娃和头毛巾同时进行，观众评审支持程潇主理人限定厂牌，请投橙黄色毛巾；支持喊你一起玩，请投绿色毛巾。3, 2, 1。Ready, 3, 2, 1。4-2，恭喜第二轮 Group Battle 获胜的是程潇主理人限定厂牌，本轮积3分。裁判判罚直接决出胜负，观众投票不计入分数。韩宇这边的话，他们在很多做画面跟做队形的时候啊，准备的时间给到我有点久，就是我看到了你要去准备这个东西，然后在做这个画面的时候又稍微有点点脱节，它的整体不是特别的流畅。怎样做点这边能把扇子运用得很好，因为我那个扇子它可以拼成一个大裙，再把它打开可以做很多画面，我觉得他们运用到的非常非常非常极致，很有趣。然后包括那个绿人包着那个这些想法，但他们并不只是单纯的去表演它，它是通过舞蹈把这些道具和这些动作融得很恰当，这就是我觉得非常加分的地方。然后又有氛围又有技术，这就很厉害了。多了两个队员，他们好挤哦。很明显这边是全舞蹈来比赛，这边可以用的东西全部用。那种的长话的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表演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是前哨的那个表演舞蹈里面表达新的风格，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潇潇居然会那么多不一样的舞种，挺有惊喜的，又有趣又有技术性，非常多元化，其实让我看到很不一样的。觉得韩宇不愧是韩宇，冠军不愧是冠军。你们在第一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很聪明，你们把前面的所有没有上场的队形动作全部都编了。我差一点点就被你们整个带走了，幸亏我们的妹妹们突然炸出来之后，我又被你们的舞蹈吸引回去了。潇潇这边中间的那个丘比特之箭真的太妙了，你那个箭射出来的那一刻，我真的我的视线完全是跟着你的丘比特之箭全程是落到这。